相当关心、相当支持的李庆华委员来替我们说几句话。范次长、局长，通融市长，董议长景泰兄，熊市长，各位贵宾，各位好朋友，深澳线是最美丽的一条线，但是很可惜停驶了25年，今天在努力之下能够复驶，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对海科馆好，对瑞芳好，对新北市好，对基隆市好，所以这是一个让人非常高兴的日子。将来在连接平溪线，从平溪线到深澳线，我相信可能是台湾最美丽最夯的一条铁路线，所以在这里非常高兴恭喜大家，也最后向我们交通部、我们市长、局长和所有的铁路局的好朋友表达感谢之意，大家新年快乐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委员。